这个垃圾，对，所以通常都会有这间垃圾，都是民众乱丢的。 进来进来进来，都粪扫混沙堆混沙堆。嗯，浣熊狗狗，你在做什么啊？我在收垃圾啊。你刚刚那唱混沙堆混沙堆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垃圾分类啊。垃圾分类我知道啊，但是为什么要做好垃圾分类啊？ 哦，我跟你说，做好垃圾分类很重要哦，这样才可以垃圾减量，环保爱地球啊！哦，我知道了，这样一来，收垃圾的清洁队员也不会这么辛苦了。对对对，橘子姐姐，我跟你说，清洁队员不只收垃圾而已哦，他们为了我们有更好的居住环境，也默默做了很多事情哦。哦，真的吗？看来悠悠特搜队又要出发喽！ 没错，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出任务喽！Go！今天悠悠特搜队的浣熊哥哥、橘子姐姐，还有可爱的 QQ 跟品浩，今天要变身成为最厉害的清洁队员。在挑战环保清洁任务前，最重要的装备一定要穿戴好，反光背心、手套、安全帽，缺一不可哦！环保清洁大挑战。 你们是今天新来报道的队员吗？是。哦，要做清洁队员，你要先知道一件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垃圾车。答对了。垃圾车出发前，我们要不要检查它？要。好，走。出发前检查车子很重要哦，轮胎、水箱、灭火器，一切 OK， 准备出发。我们开始收垃圾，可以放这一个音乐。哪一个键呢 ？QQ， 请按。 哦，又听到吗？是什么声音？垃圾车。对，没错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去收垃圾了。走走走，我们要看有没有民众来丢垃圾喽。一号，我也来丢垃圾了，谢谢你，你辛苦了。还有还有，还有个小朋友来耶。谢谢。他卷走了。原来垃圾。 就是这样被吃进垃圾车的肚子里，真的好厉害哦！那我们这边是介绍的，就是资源回收分类，有分为金属类，就是这个铁的罐子，还有铝的罐子；再来就是其他塑胶类，就是蛋盒、哦饮料杯、对鸡蛋的盒子，还有饮料杯、塑胶。 容器类，这是这种饮料罐，哦，这个有盖子的，这是塑胶容器，这个就是纸类，纸箱，还有纸，哦，还有你们课本的书本，哦，这个都是纸类，还有其他的类别，当然包括玻璃，哦，家电，哦，还有光碟、电池，哦，这个都是回收的项目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要吸安全绳索，然后上车去体验一下分类，好不好？好。 好，这个塑胶，塑胶在哪里？去哪里呀？好，纸容器。纸容器是什么？在那边。这个。塑胶瓶，好，请放。还有还有，哪一个呢？对。 纸容器，好，接下来我不提醒你了，好不好？我要来挑战哦。纸容器答对，成功。那个清洁队的业务只有垃圾车、资源回收车，还有水沟或是。 路边的杂草那些也是我们要清哦。那我现在来跟你介绍一下我们挖水沟需要什么工具。第一个，这个是开沟器。哦。打开，我们需要把里面的土清干净，把水沟上面的淤泥刮掉，这样子水才能畅通，然后保证水沟是通的。嗯。然后你们小朋友一般看到不是很多人会丢东西在水沟里，这是错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一般都要保持水沟的畅通，把它藏起来，然后装在里面。
都是一般下雨啊，然后冲刷水会冲刷，然后冲刷到水沟里。那我也有问题，好，请问什么时候要清水沟呢？我们清水沟，如果民众有报案或是怎样的，我们都会预先去每个里都会去清。如果路上有看到我们在清的，可以跟我们说一下，我们辛苦了，我们会很开心的。好，那我也有问题。那如果我们都没有挖水沟，淤泥会怎么样？淤泥会越积越多，之后水沟就会堵塞，然后之后会造成淹水。哦，就会淹水了。真的，所以这项工作非常重要。哇，很多很多，挖到特色。垃圾，对，有时候通常都会有这些垃圾，都是移动乱丢的。这是错误示范，不能乱丢垃圾。对，这样子吧，放我这边。行，哇，大力士。放我这边。哇，小心点，你要高度，慢慢的把它放下去，然后看一下。水沟清淤，任务成功。我们一般在路边会看到电线杆啊，前面会有小广告。哥哥们平常的工作就是踩石头们哦，拿着我们的小工具，把它往上面刮，它就可以清除下来哦。看到没有？然后我们会有残胶之后，我们再轻轻地把它刮除。哇，你自己来，这么厉害！以后一定是个环保小尖兵。很专业。对，来轻轻的。对，你看好厉害。哇，厉害耶！真的，马上要上手了。来。加油！辅助你，钢铁人，把它当坏蛋，打开它，剩余的东西弄掉。对，你看，我们刚刚把环境恢复原本的美观了。没有问题。那如果像我们有些广告看吧，它贴的在很上面、很上面、很高的地方，那要怎么办啊？那时候就要靠我们比较特殊专业的车辆喽。来看那边，哇，交通作业车，好酷哦！它可以升得很高，它大概可以升到十公尺这么高。十公尺，对，比较特殊的状况，我们都需要使用到它。我看上去周围有没有危险的，像高压电线之类的，都没有的话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们再来清除它。好的。清除它之后呢，一样小心的拿着我们的刮刀，小心把它把我们的管道刮下来，完全刮除之后，干净。干净之后呢 ？OK， 那我们是要往下走。高空拆除作业成功。今天呢，有体验了垃圾回收、资源回收，还有清除水沟淤泥以及撕除广告纸。哇，小朋友，那你们觉得哪一个最辛苦呢？我觉得是清除水沟，我也觉得是清除水沟。哦，大家都觉得清除水沟很辛苦。对呀，所以我们都要做好垃圾分类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，没错。那在路上呢，看到我们辛苦的清洁人员，也别忘了跟他们说一声谢谢，你们辛苦了，太棒了！今天的悠游特搜队新北环岛清洁大挑战成功。小动物大侦探。